在生活中在扮演一种情绪，我认为好像有点意识之后就应该大家都会了。比如说小时候明明不喜欢某个阿姨，见了妈妈说叫阿姨好，你本来不喜欢，但是看到妈妈就非要叫，还装出特别高兴、阿姨好，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环境会促成我们。